多謝主席。主席，我想問行政長官一個好簡單嘅問題。喺今日嘅社會裏面，市民對政府嘅信心係好重要的。咁而負責人係有冇良知，講唔講原則，係非常重要的。今年是六四的20周年紀念，20年前你是一個普通的政務官的時候，你尚且為六四民運動容，今日你可不可以清清楚楚告訴市民聽，你是支持平反六四呢？行政長官，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和看法我是明白的，但事件發生了到現在已經很多年了，期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，亦都為香港帶來了經濟的繁榮，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，這個是我的看法。主席，我問的是特首個人的良知和原則，我現在追問，是不是特首的意思即是說經濟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認殺人呢？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了分享利益，是不是就是應該埋沒良心呢？行政長官，我所說的就是說，時間過了，香港人對於國家各方面的發展，不單只是經濟上的發展，其他方面的發展都有驕人的成就，以致帶來了香港不單只是經濟繁榮，而且社會穩定。我很希望在這方面大家可以信賴香港人會作出一個客觀的評價，我所以所講的反映了這些。公眾席，公眾席，公眾席的人士，請工作人員，公眾席的人士離開，立即離開。行政長官，行政長官是不是答應？行政長官，主席，如果行政長官是答完呢，我想問一個規程問題。主席，在我們平時的大會那裡呢，如果是官員沒有答我們的問題的說話呢，我們可以提出的。那在特首答問大會裡面，同一樣的規則是不是適用呢？因為特首是沒有答我的問題的。吳議員，即使在平時的質詢的環節呢，我都不止一次提出過，出席我們會議的官員他回應的問題呢，或者是不能夠符合議員的要求，很多時官員認為他答了，議員就起身說正話，個官員是沒有答到我的問題。我認為呢，我們包括主持會議，我作為主持會議，我是不能夠強迫我們的官員呢是按照議員的要求來回答問題的。我們在這個行政長官答問會呢，歷來的做法都是每一位議員問了之後有一個簡單的跟進的質詢，如果議員是不滿意行政長官的答問呢，我相信只能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表達。主席，我請你澄清你剛才那個裁決，因為平時呢，你第一呢，我是不是理解你認為呢那個平時大會的規則呢，是特首答問大會都是適用的。第二呢，如果是的說話呢，我就想問你平時呢都分得清幾時官員是沒有答問題，幾時是答案不滿意的。那今日主席你是不是都有分清呢？你是不是仍然都是用你的主席的權力是說特首是答了問題呢？吳議員，平日質詢的那個規則呢都適用於這個行政長官答問會，
咁你係咪剛才認為行政長官冇答到你嘅問題咧？冇錯，主席，我問佢嘅係個人嘅良知，佢答嘅係國家嘅發展，係風馬牛不相及嘅，主席。嗱，我再重複一遍，當議員認為係出席嘅官員或者行政長官冇答問題嘅時候咧，我認為係可以俾官員或者行政長官咧睇下有冇補充。如果佢認為冇補充咧，我哋亦都只能夠係咁樣啦。行政長官，我再講多次，我嘅意見就係代表香港人整體嘅意見，向佢哋嘅意見亦都係會影響我嘅意見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我感覺到香港人對於現時嘅體制嘅睇法，呢亦都係我而家現時嘅睇法。譚偉豪議員，我覺得特首咧，佢講緊嗰樣嘢咧就係強姦民意。啊，梁國雄議員，你呢個唔係規程問題，呢個係規程問題。請你坐，對唔住，梁國雄議員，你呢個唔係規程問題，請你坐低。你點可以代表我咧？嗱，各位議員，人血唔係胭脂嚟噶嘛？梁國雄議員，請你坐低。規程問題，我想特首澄清，要求澄清，佢點可以代表我？佢點解會可以代表話香港人？即係我覺得依個係好反感，我完全反感。我希望要求特首澄清，佢係代表佢自己，我冇所謂。但如果佢代表香港人咧，我覺得佢應該，我要求特首收翻，我要求特首收翻呢個言論嚇。阿張文光議員，主席，我係要求特首澄清，點解佢認為佢對六四嘅睇法是代表香港人，而且是所有香港人的意見。我所說的，我是代表香港人，一般香港人。如果當然能夠代表全部香港人，我再可以說多一次。我再可以說多一次，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和看法，我說我明白的。事件發生到現在已經很多年，期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，亦都為香港帶來了經濟繁榮和其他的發展。我很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，這個是我對於現時的判斷，是我亦都認為這個判斷，我亦都同意這個判斷。主席，我覺得我會，主席，我尊敬你，你都講了你對六四的睇法，他講不出，他沒有資格做我們特首，你不用趕我走。梁國雄議員，良知可以出賣的嗎？李卓仁議員，你坐低。你有沒有搞錯啊？曾蔭權，梁國雄議員，你馬上離開。你代表我先。梁國雄議員，你立即離開會議廳。你不可以代表我嘛？李卓仁，你講第二個代表我。梁國雄議員，死人啊！人血不是意思來的。主席，梁國雄議員，你有沒有搞錯啊？你有沒有容忍你？梁國雄議員，你立即離開會議廳。你知不知道我都是在喊的，我這件事。主席，李卓仁議員，是我請你先坐低。不是，但主席，我講一講先，就我會給特首一個最後的機會，他可不可以收回他言論？如果不是我來講，李卓仁議員，因為我覺得他是強姦了民意。李卓仁議員坐低。張文光議員，我們的議事規則呢，如果有議員或者官員發言的時候，其他的議員是要求他澄清呢，是個官員或者發緊言的議員決定他是否要澄清和如何澄清法。我們這個答問大會呢，是不應該變成一個辯論會，所以張文光議員、李卓仁議員，請你坐低，不要妨礙其他的議員提問。我們要離場抗議，因為特首說代表我們說香港人見你嘛。我離場。主席，規程問題有錯而已，這都不同一個辯不辯論，這個不是一個辯不辯論的問題，因為在基本法之下呢，回答議員的質詢呢是憲制上的責任的。主席，如果這個憲制上的責任呢，不是可以這麼輕描淡寫。毛毓民議員，你我宣布暫停會議。